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向你。当圣灵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，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，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，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，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呈现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呈现不移。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脚步不离。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心中全然向你。当圣灵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，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，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，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，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呈现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称谢不移。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脚步不离。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心中全然想你。当圣灵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，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，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，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，我要开口
向你赞美呈现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呈现不移。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脚步不离。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呈现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呈现不移。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脚步不离。选择喜乐，每一天我们都在选择。你可以选择悲伤、哭泣，也可以选择欢笑。你可以选择抱怨，也可以选择感恩，选择快乐。你的选择也会影响你的心情。一切，一切都在你的一念之间。上帝希望你快乐，因为你是他所爱的孩子。不论你今天的困境是什么，你的麻烦有多大，神非常的爱你。爱、喜乐都会创造生命的奇迹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个最快乐的鱼市场，它是位于在西雅图的派克鱼市场。这个市场非常的特殊，据说在那里买鱼是一种享受，在那里的鱼贩充满了欢笑歌声，他们面带笑容，像合作无间的棒球队员一样，让冰冻的鱼像棒球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。有人问，这些鱼贩，为什么你们那么快乐？鱼贩回答这些询问的人，告诉他们，其实好多好多年前，这一家鱼市场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生气的地方，因为大家整天都在抱怨抱怨。后来大家一致认为，与其每一天都抱怨这么沉重的工作，不如我们来改变工作的气氛。所以他们开始尝试着把卖鱼当作一种艺术。从此以后，一个创意接着一个创意，一阵笑声串联一阵笑声，这一家鱼市场成了附近生意最好最热闹的地方。这种工作气氛甚至吸引了附近的上班族，他们常常来到这里和鱼贩们一起用餐，感染他们乐在工作的好心情。事实上，这个鱼市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观光地了。在圣经里，有好多处圣经经文都告诉我们，喜乐为我们所带来的祝福。神透过圣经说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圣经说，心中苦楚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。
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；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么多经文讲到喜乐给我们带来的祝福，所以今天祈求神的喜乐来充满你，让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快快乐乐的是一天，在那里抱怨来抱怨去很悲伤也是一天。选择在你的一念之间，一念之间因着正确的选择，就会改变你这一天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你的一生。